民国八十七年投入环保，开始收集差不多有十多个点，有的时候还负责开车，有的师兄因为有事情没办法出来，我也会主动去帮他做，而且做得很欢喜。我以大地远丁的心来投入环保，而且做得很欢喜。师兄啊，做好还在做，对着山，对着山，我还很年轻呢，身体这么好。去赖厝国小，我们是以带动的心情来带那些小孩子，我们主要是教他如何做分类啊。赖厝国小现在这些小朋友分类分得很好，分得很详细，拿到我们环保局，我们看到就在现场再叫他一遍啊，这样加深他的印象。我投入慈济以后，做事情更细腻，更有信心。我秉持着为人生，发挥赖明良人。